李子强是连续两天的出赛啊，这一季呢是4.66的自责分率，不过昨天的判定是出棒了 check swing 之后的三振出局。选手呢，他们可以提供一些他们的经验法则了。一个挥棒没有赶上的出棒，那林敬凯呢是遭到了三振出局。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常常看数据，然后去了解数据带来的一些想法跟它的意义在哪里，因为数字真的很多啊。他的好球带以外的挥棒率会不会很高？这球被打得还蛮扎实的，但是有机会完成了接杀，陈真接杀了陈杰宪，统一的第8局攻势是一个3-3，双方还是1-1平手。